function line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参观。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，它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，也是秦三强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地。秦三强先生先后找了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和彭桓武先生，他把王淦昌先生安排到了核武器研发小组，并要求他改名字。王淦昌先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，整整17年没有和家人见过一面，孩子们都以为自己的父亲到信箱里去了。杨承宗是第一批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依然选择回国的科学家之一。这是杨承宗先生在法国时收到的聘书，年薪是55万多法郎。面对如此高薪的聘请，他依然决定回国，而回国后的月工资是小米1000斤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荣获2弹1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们，就是通过他们的努力，1964年10月16日，在罗布泊，中国第一颗核爆试验成功。随着蘑菇云的腾空而起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举国欢腾，举世瞩目。中国成为正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的付出，换来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，让我们成为科技强国。你的心窝，你用你那
定成，古今人天不负，永不懈怠是我们科技青年向上的动力。工程为志，一广为情，理想指引人生方向，信念决定事业成败。青年一代有理想，有本领，有担当，国家就有前途，民族就有希望。